今天接下来呢，要来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致敬仪式。我们今天的客队同一师的投手嘟嘟潘威伦，即将要在本周末隐退，进入生涯的另一个阶段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嘟嘟不仅是同一师的投手，他也是我们中华队的重要功臣。2001年呢，屡次代表国家征战，然后成为我们大家的护国神都。今天嘟嘟呢，是以球员的身份，最后一次来到我们乐天桃园棒球场。那我们也将献上最深的祝福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用最热情的全员掌声，欢迎嘟嘟潘威伦。首先呢，我们也邀请曾与嘟嘟一起来并肩作战的中华队战友小胖林宏玉。好的，小胖今天呢要来代表我们的球团来献上祝福，拿上我们的嘟嘟的立牌来送给他。好，我们先看前方来进行合影一张。OK， 再次谢谢胖哥。那我们请在旁边稍后等待一下哦。紧接着邀请我们嘟嘟美和中学时期的好学长沈玉杰副领队。我们今天的副领队呢，特别准备了嘟嘟最喜欢的史努比野餐推车来送给他。希望呢，我们嘟嘟以后呢，可以带着史努比的餐车，一起陪着家人，可以一起出去买菜，或是野野餐，或者是露营，好好享受退休生活。同时，沈哥手上还有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，是他们2002年呢一起代表中华队征战荷兰哈联杯的时候拍的照片，已经保存了20几年了，也要一起送给嘟嘟来当作纪念。好的，那我们请我们沈哥跟嘟嘟一起合影一张，我们献上最深的祝福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看前方来进行合影哦。那接下来我们邀请胖哥来进行合影一张，我们加入。非常非常难得的画面哦，我们一起祝福嘟嘟呢，未来可以有非常非常顺利的美好的一切。好的，再次谢谢我们小胖以及沈哥。所有的十号队友，我们再一次的全员掌声，再次谢谢嘟嘟潘威伦为我们中华职棒的贡献，22年的青春，他丢的每一球都值得令人尊敬，祝福他在未来呢一切都可以非常顺利，非常美好。再次掌声给嘟嘟。再次掌声给嘟嘟。